佛弟子在清明节祭祖扫墓时，拜土地爷和孤魂爷，时要用什么礼节？要不要下跪？这个佛弟子没有受过菩萨戒的，应当要跪拜。受过菩萨戒的呢，你就是菩萨了。鬼魂见到你，他还先拜你了，不是你拜他了。但是受了菩萨戒，要真正当菩萨才行。如果受了菩萨戒，菩萨戒做不到，有名无实，那鬼也瞧不起你。你是假菩萨，你不是真菩萨。所以即使是受了菩萨戒，在现在讲我们客观的环境来说，还是礼貌多一点比较好啊。中国谚语常讲啊，礼多人不怪啊，何况是对大众啊，对大众众多的这个众生呢，我们礼节越周到越好。